李雨晴，你是劳动人民的孩子，被骗入宫不是你的过错。可是你当上了福贵人，从此跟溥仪过上了帝王的生活，自己不劳动，享受现成的。你觉得这种生活有意思吗？可我，你不要替溥仪有任何辩解，他给日本人当傀儡皇帝。为日本人办了很多坏事，如今他是想借着日本人的势力复辟大清朝的江山，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。溥仪是人民的罪人，这一点无可置疑。你要跟溥仪划清界限。可溥仪是个好皇上，我了解他。溥仪不是个坏皇上。你说他好，他好在哪儿？他整天忙天下大事，整天为老百姓办事，连生我屋的时间都没有。为老百姓办事？为老百姓办了哪些事，你知道吗？日本人也整天为老百姓办事，办的是杀人的事。顽固啊，哼，小糊涂啊。好了好了，这些革命道理跟你们一天半天也讲不懂，等以后你们学习了就明白了。等等，把这些带上。带上。快拿着，这些带给你晋喜大姐吃，这些给孩子吃的，孩子喜欢吃糖，快拿着。拿着吧。谢谢何司令，谢谢大姐。刚才我说小顽固啊，小糊涂啊，我说话直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玉琴啊，你是人民的孩子，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站在人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。左浩女士，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，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明白，我们共产党今天所做的一切。小杨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他们的安全。是。请吧。那我们告辞了。告辞了。贵人，福贵人，你们俩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是司令找的你们？是何司令夫妇，他们还给你们带吃的了呢。来，这是给你们的，来吃吧。啊，俊喜，这给你的。何司令夫人还管你叫大姐呢。这给燕生的。好，燕生，来，只要你们没事就好。你怎么不怕？不怕我们伤害你？小糊涂啊！溥仪是人民的罪人，溥仪是人民的罪人，溥仪是人民的罪人。溥仪没做过坏事，我也没做过。
看的什么书？啊，我去看看。上面，列宁主义问题。哼，有学问。你看，按你今年的生辰八字啊，你呀、啊，今年你是正犯太岁啊。上面，你今年得留神，你得去庙里求仙呐。求求我教你。给你出门还得，你说。瞧什么呀？啊，我没瞧什么。哼，还装？我都瞧见了。我真的没瞧什么，我根本就没瞧。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。这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将军吗？伊万将军。啊，对，伊万将军，还是少将啊。叫普杰他们。这。我看伊万这次来准是要询问。你们几个都看过苏联人发的那几本书吗？什么书？就那几本啊。大力，拿过来。这。上面不是不让我们看吗？坏了，伊万问起学习的事儿来，咱们怎么办？上面，您别急，我们都看过了。可我没看啊。哎，这回来不及了，以后得抓紧。这回询问，咱们得立个规矩。普杰在。你回去写个东西，咱们都比着那上面的口径说。明白。上面，我字认得少。小瑞，你负责教大理。这。还有，你们的身份也得规着规着，不能说二品三品的啊，坚决不能说，反正苏联人也闹不清楚。普杰，你说身份怎么规着法？我自然是皇上的兄弟，虽然去日本上过军校，可回来只是挂了一个虚衔，没有真正指挥过军队。小瑞跟小岩是内廷学生，就算是皇上的侍读吧。对，就是侍读，你们两个是侍读。大理呢，就算佣人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明白。苏联人要询问起来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？啊？装傻。皇上身边都是傻子呀，那皇上成什么人了？那样也显得理亏，绝不能理亏，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，所以咱们一定是问心无愧的，理直气壮的。明白。上边这可难，我们都是老实人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咱们要是一老实，枪就顶脑门子上了。可是咱们怎么回话啊？所有的事儿，枪不顶脑门子上就是不说，你们就是不知道。枪要是顶脑门子上了，你们就把事儿往日本人身上推，就好像根本没有犯罪一样，绝不能气馁，一定要顶住。这。还有要注意细节，询问的时候要边抽烟边说，但不要向苏联人敬烟。总之要拿住派，不要放软。普杰，你这几天要多跟翻译接触接触，要尽量的影响他。让他觉得我们是无辜、无助、无奈的人。明白。大力难言。这。一人一包。这。不抽苏联人给的大白杆烟，就抽我们自己的烟。谢上上上上。
吃了惊喜。贵人，李玉琴，李玉琴，什么事了？我会叫人来保护你们，你们俩留在这互相照顾，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啊，不用害怕。等等，二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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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我连累了你，二嬷，二嬷，二嬷，都是我不好，二嬷，二嬷。怎么了，王排长？杨指导员，我对不住你。杨指导员，我对不住你。王排长，福贵人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王排长，他救了福贵人。是我连累了二嬷，王排长，是我，是我。почему не кушаете？ 你们怎么不吃？ кушаете？ 请你们用餐。啊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мы уже поели。это ужин。这是晚餐。你们苏联人一天吃四餐。вы русские едите четыре раза。下午有一顿茶。我们吃三餐，下午喝茶的时候吃了很多点心，所以就饱了。поэтому мы чувствуем себя голодными。их новую посуду тоже убрать。уберите。У генерала еще есть к вам дело. 将军有事情要跟你们说。我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来看你们，你们对这里的生活还满意吗？很满意。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ы。
我们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招待。我们相信，在斯大林元帅的领导下，苏联人民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。难道就没有什么意见吗？我抗议。什么？你抗议？不不不，翻译，我不是抗议，我是说我有意见。我们家也是没劝你。请讲。你们的服务员服务得很好，可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，他们的行为我们是不能接受的。请说具体些。他还有他爱上了我们的人，他爱上了他，他爱上了他。Советская власть защищает чувства своих граждан. 苏维埃保护公民的感情，我们是心甘情愿的。这种事我们不能干涉，这是姑娘的自由。可是这件事极大的伤害了我们的感情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和他，他们两个人在国内是有家庭的，他们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妻子。苏联人民不是也有描写这种感情的作品吗？安娜卡列尼娜不就是说这种感情是可以伤害人的吗？我会慎重考虑你们的感情。这是我的妻子，她是劳动人。你妻子很漂亮，请坐。你的大臣们要求回到中国，你签字的文件我们已经看过了。现在中国的革命形势不太明朗，因此你们必须在苏联一留。我是愿意留在苏联的。这需要斯大林同志和政治局。我可以给斯大林元帅写信吗？可以。那太谢谢了。你们在中国和日本人所做的事需要仔细地回忆一下这个材料。我们必须搞清楚你们在中国的情况，才能决定你们的去留，这要用事实来证明。可是我们没有罪。我们需要向未来的中国政府有个交代，我们为什么要遗留你们。我给你带来一个中国的消息。汪精卫和陈公博是大汉奸，可是我不是。我最恨日本人，我怎么会是汉奸呢？我会给你们换一批新的服务员。好了好了，你也别哭了，幸亏你不在，要不然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儿。现在连主子都受伤了。主子受伤了？可不嘛，连脸都破了。那人呢？惊喜。贵人。贵人。中吗？哎，贵人，你伤得重吗？我没什么了，部队都给我治了。他伤得不重，记得不要沾水啊，明天再换药。哎，谢谢您啊，让您费心了。主妈，快坐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回去亲戚找着了吗？贵人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就不该回去，让您受那么大的惊吓。这次回去，我也没有找到什么亲戚。刚一出县城就遇见打仗，我也找不着东家西家的，
就在一个破庙里躲了一天一夜。等那枪声平息了以后，我因为挂念主子就回来了，谁知道二嬷她……哎呦，这是什么年景啊！哎呦，别哭了，都过去了。王精卫死了，陈公博枪毙了，幸好没叫日本人给带走，否则这一回引渡回国枪毙的就不止陈公博一个人了。绝不能回中国，绝不能。哎呦，福贵人，您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哎呀，这可不能干啊！您这金贵身子，万一出点差错，您说我怎么跟万岁爷交代呀？万岁爷说了，不符合身份的事儿，咱可千万不能干呐！老爷，哎，我说你这人当奴才当惯了，福贵人这是在为人民服务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你不愿意进步，也不能妨碍他进步啊！啊，不不不不，福贵人，哎，福贵人有伤啊，这个我知道。何司令啊，派最好的医生早就把他伤治好了，要不是你的封建意识啊，你早就应该明白了。我说你可真是，小心何司令批评你。你刚参加革命几天啊，懂什么呀？这叫改造世界观，明白吗？哎，好点了吗？主子。哎，李玉琴。哎，杨指导员，你来了。嗯，杨指导员，你来了，啊，快请坐吧。啊，静喜，快去泡茶。啊，好。指导员，您喝水。嗯。以后你不要再给炊事班提水了。我要提，你们的首长自己都洗衣服呢，我年轻轻的。还有佣人照顾，我要提。你这又是为什么呢？我要报答王排长，要报答你。你真想报答的话，那就参加我们的队伍干革命吧。我，你出身贫苦，还年轻漂亮，又会唱歌，你可以参加我们的文工团呀。可我是皇妃啊。皇妃怎么了？你爸出身不好啊，我们队伍中也有出身不好的，不一样干革命吗？王排长也是出身不好，他父亲是大地主，他是少爷。王排长？是啊，老王在家是老三，他父亲有几十场地，他为了干革命，在他父亲去世以后就把地都分给了穷人，跟了咱们的队伍。他这个人正直勇敢，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地位。按说参加革命也很多年了，
可是官儿当的还没有我大呢。我们两个感情很深，可是我却发誓，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。看我，又忘了工作了。说你的事吧，怎么样？参加我们的队伍吗？溥仪是封建皇帝，他欺骗了你呀。就说溥仪吧，他去给日本人当伪皇帝，坑害了多少中国人和东北同胞，你们家也不例外。你在宫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想没想过你的兄弟姐妹、父亲母亲在外面都过什么日子吗？不跟天下的穷苦人都一样吗？如果没有共产党的抛头颅洒热血，像王排长那样，全中国的人就会永远受着外国人的欺负，不管他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。李玉清啊，我看我是跟你说不到一块了。人家王排长出身不好，能为革命献身，可是你呢？啊，你出身贫苦，整个一个木头疙瘩脑袋。对不起啊，我这是犯纪律了。等我冷静一下，我们再谈吧。贵人，杨指导员是想他家老王的，这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。大家静一静啊，都报了。今天有重大新闻宣读，卖国巨奸陈公博昨在苏州被枪决。啊，真的枪毙了？这可真是不好说。陈公博自1941年3月30日追随大汉奸汪精卫，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，任政治委员会委员、立法院院长、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，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。此公早年曾参加共产党，后又参加国民党，一贯首属两端，因此早为两党所开除。卖身求荣，不顾民族大义，盖民族之败类矣。1945年3月，汪精卫在日本病死，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、行政院长等职，坐上中国第一大汉奸宝座。日帝投降后，此公与情妇女秘书为行政院秘书长周龙祥，为实业部长陈君会，为安徽省长林百生，为军委总监何炳贤等七人逃往日本。在中国方面的严正要求下，此公被引渡回国。4月5日，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等七人一案正式开庭审理，经过5天庭审，判处陈公博死刑。6月3日，陈公博在苏州狮子园江苏高等法院第3监狱执行枪决。卖国巨奸的可耻下场，使国人无不拍手称快。
说毙就毙啊！奸的罪名大了。还有几篇国内的其他新闻，我给大家读一读。上海华阳议政会征求。上海华阳议政会征求建立塔碑，正是。杨大姐，哎，我也是女人，我不会讲道理，我不能说服你啊。大姐，杨大姐，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，我这一阵子憋了好久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说的道理我确实不懂，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同样是穷苦人出身，但我的想法怎么就不跟你们一样呢？我喜欢你们的人，我也知道感恩戴德，我怕这一辈子都欠你们的。可是我也爱我丈夫，我不管他是皇上也好，穷人也好，可他毕竟是我的丈夫。我打小我妈就教育我要忠诚，我既然嫁给了他，我就要跟他一辈子，我一直要守候着他，一直到死我都要等他。也许这一切都是前生注定的吧，我认命了。你真是个傻妹妹呀，什么叫前世注定？如果我们共产党也相信命中注定，那就不会干革命了，全中国的老百姓也就不会解放了。是啊，我就是个傻妹妹。陈公博被引渡回国伏法的消息，让溥仪迅速联想到自己。在苏联得到的优待，使他产生了错觉，同时也萌生出新的幻想，替自己找一条新的求生之路。他为什么不能永远留在苏联呢？既然早已登台，他就要把这部人生的戏剧演到底。他决定给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写信。这个陈公博呀，总说自己是什么北大哲学系的，我看他压根就不是什么好鸟。嘿嘿，投机不成，反倒把自己命搭理了。哎，还是想想咱们自己吧，咱们也是伪政权。伪政权？哎，老蒋又向毛泽东开战了，多事之秋啊。哎，你们说这回谁能赢？那老蒋背后可有美国人撑腰，那你们说谁能赢啊？啊，有道理。这可是苏联。苏联怎么了？我只是说说我的看法，我犯什么了？上边，写什么呢？写信。写信？写给谁啊？斯大林。斯大林？哎，不见，
斯大林是遇见过希特勒必败吧？是啊。帮我看看哪儿不合适再改改。这。你念我听听。尊敬的苏联大元帅斯大林阁下，我很荣幸能给您写信。回忆幼时，我曾为中国皇帝，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，生平皆在腐败官吏、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包围压迫之下，完全陷在黑暗悲惨环境之中，深受蹂躏，呼吁无门，离脱无数也。兹幸苏联红军仗义出师，一举而击破日本关东军，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，我亦因此得而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，精神与生命因而复活也。上面，这里写错了一个字。什么字？仗义的义，不是意思的义，是义气的义。改。我到贵国以后，承蒙贵国照顾，很宽大。我有幸拜读了《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部党史教程》，上面是党史简明教程。不谢简明，对我来说就是教程。明白。您天才地预见到卫国战争的爆发和法西斯德国希特勒的必然崩溃，我以为苏维埃乃世界上最民主和进步之国家，我与苏维埃人的利益是一致的，我愿像苏维埃人一样工作和劳动，以报答您的恩德。最后，我以对苏联大元帅斯大林无限敬爱的心情向您表示热诚的谢意，并祝大元帅阁下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。溥仪。你觉得呢？怎么样？上边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说我干嘛呀？您这一味的放软，恐怕并不能讨好啊。我是放软吗？我是以守为攻。我们没有做对不起苏联人的事，没必要跟他们求什么呀。煮熟的鸭子，肉烂嘴不烂，还挺硬。上边，您想待在苏联，可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不想待在这儿，没人想待在这儿。幼稚，太幼稚了。国内打仗，你说说谁能打赢？可能会是蒋介石，他有美国人撑腰。那不接了。蒋介石杀了陈公博，他能放过我吗？张景惠他们以为自己没事儿，去讨好蒋介石，那是自寻死路。苏联人对我们没什么不好，起码是优待。他们整天让我们学习列宁主义，学习苏联党史，为了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就是想让咱们跟着他们干。中国皇帝要是留在了苏联，这说明他苏联社会主义成功，他们需要这个，有面子。可他们不这么想。谁们？苏联人吗？张景惠他们不这么想。他们怎么想？他们也在想先混过苏联这一关，
重返东北，再振旗鼓；再一个就是想借苏联人之力，借国共之争，坐收渔利；还有的想巴结蒋介石，意图死灰复燃。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我是你的谁？带我去。长相守，多少？